首先请大家低头，我哋嚟到祈祷。真系主，我哋多谢你嘅恩典，因为咁好嘅清晨，你再一次俾我哋有生命气息嚟到你嘅殿当中嚟到侍奉敬拜你。求主预备我哋嘅心，使到我哋让心灵敞开嚟到听你嘅训诲，你嘅话语。愿意我哋喺当中，我哋一齐嘅彼此建立，一齐嘅嚟到侍奉你。愿意你嘅名在我哋当中得着荣耀，得着高举。我哋咁样将以下时间交托仰望，亦都将今天你嘅善女雷斯姆所讲信息交喺你手中，求主祝福你与佢同在，与我哋弟兄姊妹同在。多谢主听祷告，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首先呢，我哋有一段嘅经文系请大家一齐嚟到读嘅，就喺罗马书八章35-39节。请一齐。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么？是困苦么？是逼迫么？是饥饿么？是赤身露体么？是危险么？是刀剑么？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慈诚爱索，请各位起立。
出黑暗，赐圣爱索，赐圣爱索，紧紧牵引我，为我舍身，背起我罪，护我一生，飞奔展翅上腾，在主里能得安稳，我愿一生。彷徨人生，彷徨人生，不担心，因有你伴我行，靠着你能走出黑暗。请坐。在旧约的雅歌书第二章十六节话：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即是这个良人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良人，他在百合花中，即是带他的羊，即是我们啦，来到牧放我们。雅歌书第四章十五至十六节：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这里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在花园里这首歌呢，就是与主同坐的甜蜜，和与主心灵交往，是快乐难以形容的。在花园里，我哋系先唱中文两节，然后唱英文两节，再加副歌。独步徘徊在花园里，玫瑰花上幽静迎朝露，花又温又盛，传入我。是身之主耶稣，他与我同行，又与我共话，对我说我单属于他。如住在园中，心灵真快乐，前无人曾。前无人曾经历过。 I come to the garden alone, while the dew is still on the roses, and the voice I hear falling on my ear, the sun.None other has ever
sounds of his voice is so sweet, the bushes they're singing, and the melody that he gave to me within my heart is ringing, and he walks.一首非常美丽的歌，是吧？这首歌是我们以前几十年前我在中学里面已经唱了，不过颜牧师提起这首歌突然之间，所以觉得这首歌挺有意思，所以介绍给大家。不知道大家在座有没有唱过，或者以前都唱过哦，系啦，人哋小学已经唱，你话几犀利。OK， 我哋继续。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雨天的平安。
光复，忧伤疾病不需惧怕，应当一无挂虑，平安在我心，主你终不撇下我。平安的心，平安的心，加添我恩典丰富，忧伤疾病不需惧怕，应当一无挂虑，平安在我过后，暴雨过后，看见彩虹，主你常顾念我。冇开到。我们同心来祈祷。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感到我们渴望去亲近你，一同的亲近你。早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感恩。刚才我们唱的诗歌的确描述着我们的心情，人生我们经历风风雨雨，有各样的不如意事上八九，但主，我们在你里面，我们知道这些都不会掩盖能够去影响主你对我们的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看顾我们，你总是给我们看到在你里面我们前面的清楚的图画。主，纵然天上是怎样变化，世界怎样去恶劣，但主你的手继续掌管，以至我们看到今日仍未去到最后的末期。主，我们今日再一次来到面前献上赞美感恩，为我们每一个度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保守了我们，带领了我们，叫我们经历你的引导，经历了向很多决定当中你帮助了我们，保守了我们出入平安，以致我们见到大家能够喜乐地一切的能够敬拜你。主，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唯一就是要献上对你的感恩，对你的赞美，而主你在当中悦纳，亦都当中在这段时间你亲自与我们同在，让你的临在让我们经历到你那种的与我们的亲密，以致我们真的很深的体会，我们没有你我们就是缺乏一切。主，我们在为到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没有在我们当中，愿主你亲自的带领他们，让他们真的同样的和我们虽然分开这个地方，但是他们经历到同样你的帮助，因为你是超越时空的那位神，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以致我们可以全然的将我们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纪念到美国，我们继续仰望，我们看到很多的混乱，我们看到很多的争斗，主，我们知道你对美国的心意是不会改变，你在一定的时间里面让当中成就在这个末期里面要做的工作，我们都在当中无论怎样转变，我们都继续在当中你会保守我们，因为你已经很清楚你告诉我们你自己的应许在圣经里面。主，我们都每个人我们面对的各样的挑战，要主你再一次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有身体软弱，特别是当拿我们再一次完完全全将它交在你手中，我们深信你向它身边的旨意大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愿意你就亲自去带领帮助，在这个过程当中过程里面你掌管一切，将最美好的是临到它，我们深信你要成就
一个奇妙的见证，就是他身上显现出来。天父，我们再一次仰望，为到我们下面这段时间，我们同打开你的话语，愿主你亲自跟我们讲说话。感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不需要介绍我们下一位跟我们分享的、我的爱人哈，请他上来跟我们分享。哎，可能需要。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俾我机会咧喺呢一度宣讲神嘅话语。今日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是诗篇二十三篇，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诗篇。我想首先让大家一起来读一次，好吗？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
的祈祷。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经历是实在，让我们每一次体会的时候更加深我们，更加爱你，更加愿意走你要我们走的计划的道路。主啊，因为你给我们不是偶然地出现在这个世界，你给我们有周围的我们所认识的朋友亲戚，都是你特别的安排，只有我们可以有这个福分接触他们。主啊，你更加使我们超越时空，我们可以透过祷告，透过我们的心去接触整个世界。主愿你在这个礼拜里面继续给我们看到我们在你的计划当中的重要，看到我们每时每刻可以怎样把握你给我们所遇到的环境，不同的人，你去使用我们。而主你亲自的给我们，因为有你的眼光，你先愿意付出，以致我们今天同样也可以付出，让我们的生命同样照亮这个世界。很多人面对很多的困境，他们被蒙蔽，需要你的真光，而使用你的话语，使用我们，将你的话语带到给人，愿意你使用保守我们每一个，正如你的应许，我们出我们入，你的恩惠随着我们。主，我们愿意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只可以请坐，问到之后我们就散会。